哥为我们策划全场的这一个节目，对啊，那么他们的国外，你看所有的艺人，尽管呢除了在现场的心意，拿到这个酬劳，还有额外的这个红包，对对，非常感谢，所以对我们来讲，真的是一种鼓励，是啊，不咯，也感谢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也谢谢大哥帮我喝完那半杯啊，我别了，所以可以质疑就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酒他们上来你一定要喝完，或者喝一半，是啊，等一下还有没有台？等一下没有。没有台，没有，没有台，你可以站在这边唱到十二点，十二点啊！啊，演唱会是吧？小皮匠聊天呢，哦，这样小皮匠吗？这样啊，没事，真的假的？你讲的好像真的这样。相信呢，现在呢，很多拥护我们的黄正伦的歌迷粉丝是越来越多，年轻的也越来越多。当然，我很诚恳的讲一句话。他是歌台出身的，他今天能够呢参与歌台新力量荣获冠军，对，他没有忘本，他还是倒唱歌台，所以我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些年轻的粉丝们，你们也不要只是支持黄正伦而已，你也要支持我们新加坡歌台，对，对不对？如果今天中联会不主办歌台，你们能够来在这边看到他吗？能够跟他拍照吗？是，你们不要只追他。那你们刚才全部跟他拍照，多多少少要跟我拍照，明白了？不要，不要，以后我主持的台，我的台你们看不到他，因为我不给你们拍照。我讲这个很不是可以的，没有，这是事实嘛？你们，你几块眼倒啊？什么？啊？他还没红你就喜欢他，但是他还没红你都没有来现场，有吗？对，我知道他还没红，你就喜欢他了。你现在可能哈，对不对？照片为证啊，照片为证啊，照片为证啊。当然你要喜欢他，也喜欢我们新加坡艺人嘛，对不对？你喜欢他，他唱歌还喜欢他的唱歌，唱歌，唱歌好了，要不然等一下哈，你嫁不出去我就糟糕了。好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留下来到十二点啊，看几点到。